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我们五供到此圆满。那么今天我们在华藏经中协会宜兰念佛堂恭为我们导师上净下功老和尚94岁寿辰我们恭送无量寿经给他老人家这个祝寿那么下午我们三十纪念为我们净老和尚的父母来回向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很多同修这个不方便出门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还是不断的在上升现在连欧美都进入紧急的状态所以现在呢透过这个网络上的来共修也是很方便的所以在昨天听说这个台北市政府也这个有一个政策了就是超过300个人以上的集会都取消了那可能是因为那个澳洲籍的那个音乐家呢在国家剧院国家音乐厅演奏那么回去澳洲这个检查出这个新冠状病毒所以他那个演奏会是900多人所以现在呢已经这个要300人以下尽量避免这些传染那么我们到场也要配合政府的一些相关措施我们一方面保护好自己一方面也是不给社会带来困扰这个也是我们活弟子应该做的所以一些相关措施我们还是要做那么再来当然我们是求佛力加持希望这个疫情早一点能够解除这个总是众生造恶业这是造恶业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得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呼吁但是人总是没有这种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主要是没有读经典没有读经典只相信科学因此一些灾难在有读经这个修行比较好的人他们很早就能看得出来看到现在人他的思想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这个讲的话是什么他这个做的是什么事那么我们拿十三页来对照就很清楚了是在修十善还是造十恶那我们答案都非常的清楚都是造十恶业的多造的重修十善的少力量比较轻因此这个灾难很难避免但是有少数人断恶修善念佛也能帮助这个世界息灾免难减轻灾难这个是有但是完全避免就要大家相信但是如果大家还执迷不悟那这个灾难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导致这个重大灾难发生那个是比较毁灭性的灾难那不止这样的
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警惕心，所以我们读无量寿经要知道啊，我们心里想的、嘴巴讲的话、我们做的事情，那么跟经典相不相应啊，总之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不能先去要求别人啊，那别人就是给我们一个借鉴啊，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啊，他造恶业，那得的果恶报，那我们如果跟他一样，那我们当然也是造恶业，造恶报。啊，这个没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个世界灾难无法化解。啊，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所以这次的瘟疫，啊，应该大家要发挥同情心，啊，来互相帮助。啊，灾难发生呐，要有慈悲心、怜悯心，这样灾难很快化解。啊，但是这一次的灾难发生呐，我们看到世界有一些地方它发挥了爱心，啊，像这个日本、韩国啊，这个巴基斯坦啊，那么对大陆上的援助啊，这个他发挥爱心。那还有一些国家呢，那他不但不帮助啊，他还在还在讥笑啊，那像欧洲那个丹麦啊，他还在这个取笑这个中国大陆啊，把那个五星旗啊，五颗星星啊，画五个病毒啊，然后呢那些欧美啊那些人啊都骂着东亚病夫啊，东亚都是生病的。那些现在看看啊，那果报是不是现前啊，现在欧美、加拿大、欧盟都陷入紧急了。啊，那天英国啊同修传一个视讯给我。英国现在大水啊，这个水灾很厉害。啊，那个超商啊都在抢啊，啊他去跟人家抢啊抢不到。啊，买米买什么东西买不到。天灾人祸啊，所以我们拿这个经典，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老祖宗这个经典来对照，非常明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读经才有能力去认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我们没有读经，我们一天到晚造恶业，我们也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做的都很对，其实都是错的，啊，那就非常可怜了，啊，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大慈大悲啊，啊，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的这个优良的传统教育，啊，来拯救整世界，啊，所以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也不断的推广，首先先推。情书制药那么情书制药讲的，我们在读无量寿经再看，那真的是更明显啊，所以这个来补充说明啊，无量寿经非常好的啊，这些还有太上感应篇啦、啊、了凡四训啦、啊、安世全书啦 这些因果善书啊，所以我们读的经啊，要知道啊，依照经来修行，那我们才能这一生啊没有障碍啊往生西方啊。好，那么现在特别大陆的同修啊，他现在很多人都不方便出门啊，所以就在家里看网络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啊，这个透过网络，我们现场人不要太多啊，透过网络啊，这个很方便啊。所以我们现在几个地方啊，我们下个星期六星期天到台南太和波罗寺啊，我们有直播。那么在台东净宗协会啊，看看他们那边方不方便的直播啊，提供啊给一些全球的同修啊，大家啊一起在网络上共修啊，这样啊
祈求佛力加持啊，能够早日啊解除灾难啊。好，那现在是午斋时间，我们下午是一点半啊，历史佛事啊，一点半啊，祝大家禅悦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啊，我们今天华藏经宗协会宜兰念佛堂例行性的啊，每一个月啊一个佛山三十七念啊，今天啊也刚好啊这个时间呢、啊，我们净导和尚94岁的寿辰啊，这个。我们请放长啊，我们早上上午啊，恭送无量寿经啊，给他老人家祝寿。我们下午啊，做37念啊，也回向他的父母啊。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做生日啊，都是吃喝玩乐啊，但是在讲我们出生啊，这个。母亲是最痛苦啊，那父母啊，父亲啊，还操心啊，所以这个过生日啊，应当啊要啊这个要感恩啊父母啊这个养育之恩啊，那不是自己啊享乐啊，都忘记啊父母啊这种啊生育。养育啊，这个辛劳啊，这些都是教育的方面啊。现在人没有接受这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所以不懂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很慈悲啊，这些年啊，都提倡啊中华传统文化来救世界啊。世界现在灾难这么多啊。真的就是像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21世纪这个世界的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那么上个世纪70年代啊，他讲这个话，很多人提出质疑啊，但是啊，他也是很有权威的啊，世界上啊著名的历史学家啊，这个大家心里啊觉得有疑惑了啊，这个中国人自己都不要了啊，那你提倡啊这个21世纪啊需要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个儒释道的教育，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才能恢复正常啊，大家觉得啊这个问题很大啊。那么过了这个世纪啊，我们现在越看越明显，的确现在世界越来越乱，灾难越来越多，那这些问题啊，全球暖化的问题，火灾、森林大火、水灾、风灾啊，现在这个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可能啊，这个大家都很不乐观啊，那比03年那个 SARS 那严重好几倍啊。啊，的确是我们净导和尚常讲的，这个世界啊，一年
灾难呢、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灾难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就是造恶业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造十恶业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食恶口其余贪嗔痴啊，这个心理的思想都是恶，言语恶，身体的行为恶，都造十恶业啊。因此啊，所感应的就是灾难啊。其实天灾人祸都是人制造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唯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那么才能化解这个问题。这个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科学越发展，科技越高端，人的道德、人性的堕落更严重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啊，所以物质享受提升了 人呐、这个精神文明堕落了，不断的堕落啊！这个贪嗔痴慢呐、烦恼增长了啊！而且啊，印光祖师讲。开始啊，这个增长还不是缓慢的增长，是激增、激烈的增长啊！人随着这个物质的享受啊，要去追求啊，所以这个贪心激烈的增长啊，那么增长啊，就是竞争啊，恶性竞争，竞争升级斗争，斗争再升级战争。啊，那战争啊，就嗔恨心起来了啊，那这个世界也就灰烬了。所以现在呢，的的确确，我们现在处在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呢、要有危机意识啊，我们不是处在太平盛世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是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还好我们净宗啊知道啊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劝我们啊发愿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世界啊实在上不适合人来居住了，五浊恶世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五浊恶世啊这个浊恶越来越严重啊，因此我们这个修行我们就是要目标念佛求往生。大家习斋就是念佛所以我们这边长期念佛都得到佛力加持我们念佛还是要改变我们的心理。最重要我们读无量寿经我们要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我们有没有依照这个经在修如果没有依照这个经在修，我们会念甚至会讲，那就像鹦鹉它也会学人讲话，鹦鹉你教它念佛它也会念，那什么意思它不懂那猩猩也会讲人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那我一直要咳嗽就讲到这里了，祝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